蛇。他说旁边这个，对啊，啊，小心毒蛇。有。啊，无双毒蛇，叫对吗？休息一下。啊，你真的要运动了喽？对呀、啊，慢运动要写哦。好。嘿。对啊，对啊，对啊。对啊。耶！你去站那后。来，站好。我要这样啊，这样照合照才有。对呀、啊，这个照合照才有。对对对。那个包包往啊这边，这样这样会出镜。包包放这边哎。那个谁的，把它移到前面的。哎、欸，关某，看后面那个，那个会。哦，你要这样子来。二叶，就在前面那个凳子。还有，他上去，你要上去，我要上去啊！哎，让你蹲下来。啊，就比较好，你看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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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啊、那天嘛，他那个啊，我是拍以前的照片，你知道吗？啊、在哪里？会长在哪里？单独再来拍一张，哦，只露一个半。拜拜，拜拜。这个去哪里？啊，好啊，那叫他过来嘛。不仅人家的心脏嘛，高兴，很喜欢，是，而且那不要动。哎，可是他另外一边呢？这样。对啊，那个枕木，那个铁骨，啊，枕木铁骨要稍微一点点斜斜的，不要平平的，这样子就不好看。那个可能就到一半，因为你在那边才到一半。哦，这个弧度，那这个弧度，对呀。搞过这样子的那种，好，那就站过去一点。不行，这样它站不好。站过来，不行。好了，这个平时留着也不错啦。枕木要斜斜的。对啊，要有点斜，不要太直，太直就呆。要横横的。对啊，对啊。不，你不要这样子，稍微这样子斜一点。斜一点。特级这样子直直的就很垂直。我来一张，我这样还可以。我觉得你的前后脚好像差距要大一点，看着就是。啊，对啊，所以说你们超镜头的人要告诉我。那个，不然我怎么知道你们要怎么办？你要告诉我要大步小步，或者是很乱按。原则上是这样子拍没有错。你要沿着铁轨，沿着铁轨。等一下。刚刚好一点，比刚刚好一点，但是不过还是不会到，还是不错。
对，尽量脚尽量拍打，然后低一点，你不要拍到膝盖啊，就拍脚鞋子的鞋袜这样子就好。这种抽象的东西，对对对，关注要下。对对对，我把它按握住，那你再整个都按握一下，挥挥手。啊，你有没有同时会？你会，我会，啊，没有同时会。拜拜拜拜。哦，够给钱的。哎，我讲，哎，我讲，两个美女，你上。你的录音啊？你的录音啊？啊，录啊，偷偷入镜啊，可以入镜的。偷偷录音哦。哎，你没看。谢伊拢帮人做。在十分钟还能不及边边算的第三我们等一下到那个门口搭公车啊不过腿子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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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跟你靠走近一点，美惠，你过来。不用找了，你过来。我是个傻人吧？你别管，过来嘛，你发钱的。